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Frost， 我是一名全职的模特和演员，然后试用过许多市面上的面膜啦，然后不同的 facial treatment， 可是都起不大的作用。然后我就最近听说 Clinic Rx 有一款特别著名的 Silk Infusion 和 PRP treatment。 Silk Infusion treatment 是一个 3-in-1 的疗程，它能帮助你去除死皮，你会发现皮肤变得特别的有光泽，毛孔也变得干净许多。 PRP 疗程纯粹只是利用自己的血清去修复各大皮肤的问题，而且它是 100% 自然的疗程，因为只是利用血清里的生长因子去自然的刺激皮肤再生。接下来呢，就会进行 Exocelite 疗程。这个疗程是会在脸上喷上 100% 的纯氧气和负离子物，再戴上 LED 面罩，针对皮肤问题照上不同的光，然后最后呢，就是敷上一层保湿面膜，然后我们就完成啦。欢迎大家前来 Clinic Rx 尝试一下。